spill my coffee on the floor, but I don't reall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间课的一翔。然后今天我们来到的是GoGo 所举办的这个2019的跨年晚会。然后原本是在跨年的前两天来举办了，但是因为这次是四地的连线做晚会，所以他们都延后到了1月5号举办这个活动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是台中场是最多人的，预估会有700台的车子，然后是在乌日高铁站这边举办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活动，他们有准备什么吧。然后他们只要你有报名，他们每个人就会发200块的餐券，然后就可以来后面这边买。然后他还送了一个这个提袋 ，GoGo 的这个提袋，这刚刚去买了一杯饮料了。然后像我们刚刚停车进来的时候，他们这边都有人员做一些安排。那做这些安排应该就是要排字。到最后晚上的活动应该就是要来排一些跨年的一些字体，但是不知道今年是他们这样子排什么。然后他们就是一台一台，以上都有贴纸的排好，然后前面是自己排。的话，我应该是以拍 vlog 为主，就是记录一下今天晚上的 GoGo 跨年晚会办了什么活动，有什么游戏之类的。然后它大概全台有1700台的车友一起连线，有台北、台中、台南和花莲，对，应该是台南。预备备 ，GoGo Last。第一区、第二区、第三区、第四区、第五区、第六区。哎我觉得你们很棒呢，虽然说没有少了欢呼声。等一下我们 GoGo Let's Go。连线了，三二一，连线停灯！一起拍灯，全区拍灯！呜呜！我们花莲今天都完成了，我们台中一个十字，有请嘉宾。
键启动，不分区同时点灯。台中灯关掉，关掉，台中灯要关掉。哇，他打出信号。四地连线，全台连线。接下来呢，要进行到台中，台中，台中朋友们，准备好一起点灯喽！三、二、一，连线启动，请点灯！呜！现在在你们画面上面出现的是我们家。2019年，大家一起加油！Go台湾，台湾是我们的本土的这个主场，相信在未来呢，也可以迈向全世界。三、二、一，请点灯。第一区、第二区、第三区、第四区、第五区、第六区。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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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务完成了，掌声，掌声！谢谢你们 ，Jo me love you。好，应该不会太难吧？非常简单。好，大家智商180 ，OK 的，老师交给你。好，没有问题。首先，我们这个可爱的舞台。分享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